台中之前有高中学生，那亲像被抗议学校这边的霸凌，做那轻生事件，家长是不满表示，但是发生到他半年，唔那无收到调查报告，相关人数又搁点点啊倒转去教学的场所。受起囡仔照顾，高职男学生的父亲也是真唔甘。代志发生到即马已经半年过，不过父亲对着到即马也未收到校方的调查报告，也是无法度接受。你调查报告给我们嘛？那我就知道说你到底你们的认知跟我们的认知，它的差距是在哪里嘛？为什么不敢给我们报告？台中市一个公立高中的学生，伊是因为长期在学校受到师长的霸凌，今年一月轻生身亡。三月底，学生家长召开记者会，代志才曝光。涉案的七个教职员全数来调离现职。今年四月，校事会议关机，前校务主任甲主任教官以及两个校务创新人员，确实有管教不当。而霸凌的部分调查报告却一直拢无消息，而相关的人事搁再回到教学场局。学务主任已经复聘回学校了，他只是不担任，行政职位，他回复到老师的职位。校长的部分呢，已经回任教师，八月份也即将要回到学校里面。人本基金会表示，校方早在六月十三号就已经完成霸凌的调查报告，不过所以各种的理由来拖拖刷刷，甚至对着涉案的前校务主任只是记过来处分，而且在七月一号复职。对着家长已经是二次伤害，校方是强调是不是涉及到霸凌，还佫经过教评会搁再审议。他的停聘复聘都是不当管教案，霸凌案是不是要再停聘？我们明天会开会。相关被调查人员在调查期间不应复职，如有违法，一定严惩严办。台中市教育局表示，校方在六月二十六号将调查报告函报教育局，不管是有相关的事情跟疑点，必须要厘清。在七月四号撤回学校来重启调查，而且前校务主任也应该再度停聘。在调查的期间，不应该复职。等待学校重启调查结果出炉了后，就提供给家属完整的交代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